每天睁开眼都有你在身边。要就是包装这么特别的盒子，我刚才吓一跳，这很像洋葱啊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，我安全到达北京，然后回北京的第一件事不是回公司，而是去给队长买蛋糕，因为他今天破壳日。走。蛋糕咋买？好久没买过蛋糕。蛋糕是吃所有的蛋糕吗？对，就那个。有没有酷一点的？有没有酷一点？有没有就所有样式是吗？没有酷一点的蛋糕。跟买这个吧。今天时间好像来不及了，没关系，等下次我给你定做一个。算了，别乱立 flag。阿雷。To the park where they sing.终于可以回公司给阿崔过生日，走吧。下次我们发个差，差几个？差一个吗？等他下来，他应该在宿舍，在楼上。祝你生日成功！生日快乐，兄弟！是，我这刚回来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许个愿，兄弟。你打算去医院？Till I come back again for these arms growing tired in my tail。非常感谢一直陪伴我们的粉丝，然后真的你们就是我们前进路上最坚实的后盾，也是我们愿意坚持走下去最强大的力量。